太舒服了，不想走啊，成都。确实。这脏鞋。老板好。又见面啦。说我鞋。问老好，问老好。帅哥好，老板好。群哥这杯我请吧，他们预就这一杯是吧？就那一杯，当然就这一杯，范儿在那儿呢，就是范儿在那儿呢。那次第二杯就不管了。那我先干一杯吧，先干一杯，得让他们花钱，别别别，一起来，来来来，欢迎欢迎欢迎，好长时间不见了，真是好长时间没见了，你小兄弟，这就更不用说了。这都不更想大叫人话，大了几轮了，这得叫叔了都。你要你跟我说了，就九四年开幕式生了吗？还没生出来，刚刚生出来两个月，刚刚生出来两个，赶上了，赶上了，算是赶上了。中那个叫什么贾一来在元开幕式吗？在成都元旦开幕，差二十。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录制现场，下面介绍一下谈话规则。在录制过程中，不允许称呼对方的头衔，比如老师、指导、哥等一切带有尊敬意味的头衔。如果称呼头衔，即被视为犯规，全场犯规最多的人将在最后负责结账。就我，这有点欺负年轻人的感觉。是，买该买的就得买。老板特黑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。咱不让先意的买，谁买？都喝点。对对对，再来。可以啊，今儿喝酒的人多。就是平时频频举杯，就是。九四年，这是开幕式第一个进球，就是甲一联赛第一个进球是吧？对啊，就是您，就是您，是个点球，啊，谁罚都行。谁创造的？我一个队友。刘冰，十一号刘冰创造，我离球近点了，啊，所以我就抱着他，抱着我一看，人全跑了，就把我一个人跟着点球点过来了，都不愿意罚还是？嗨，不愿意，估计有紧张的成分，啊，我不知道什么事儿，因为我一看周围没人了，就我站在那儿，裁判吹哨，快，那我就罚了呗，这糊里糊涂的就成了甲 A 联赛第一个进球，被迫罚的，这个其实挺有纪念意义。对对啊，而且我记得一千个进球，加起来也是我们的，刘冰进的一个，刘冰刚好一跟一千，还能想得起来当时踢那场比赛上场那十一个人都有谁？九四年我们第一场首发，守门员，北京过来的赵磊，赵磊，左后卫李庆，中后卫孟宪鹏。安文玉，右边后卫三号，完了，云啊，我这勾着我们说的，对呀，不用不说，对吧？后腰应该是孙博伟，我印象当中，这个是我们国家队的，对吧？左前卫马明宇，右前卫李晓峰，前面是两个快，刘冰跟何冰，所以那个时候的阵容。在球场上，我一看，我是最小的，我是最小的，二十三，对我二十三岁。嗯，刚才说那十一个人知道几个？嗯，他应该还是知道，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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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道。安文玉现在都江堰，对吧？对对对，都还是比较熟悉。我们全兴啊还好，大部分本土球员那个时候特别多。嗯，现在90%都应该在从事足球，不管是在足协工作。大部分当教练员，各个梯队，就一队没有，成年队没有。我这会儿喝着。太遗憾了。所以那会儿号召力还是很强的。那四川足球一直不缺人，我觉得一直不缺人，就是没有中超的队伍，在底下也有好多四川球员在全国各地在踢球。其实最主要人才流失还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的队，现在很大部分球员这个叫缺少一个好的平台。对对对对对，是吧？作为我们这些
以前从事职业足球队的来讲，其实都是有责任的，因为四川是有这个球迷最大的底蕴的，因为现在咱们雄起下课就从那儿出来的，对，这个口号我估计在各行各业现在都在用，对吧？哥们儿，你下课了，对，你就回去拿箱子装上东西走人，对吧？哎，雄起啊！这就是一种，这个话就是从球迷从四川传出来的。下课最早是用在下课全场骂于东风的时候是最早用的。那会儿保卫成都那会儿，对啊，那么早，就是1995年。对，那四川足球就是最厉害的时候是什么时期？因为我确实不知道这个。有过两次，就有可能夺冠的机会，但都错过了。离得最近的就是山东那一届，我们只差一场球，山东得冠军的时候，其实挺遗憾。你看我第三名吧，最后我对第三名，是我们咱们三年第三嘛，我踢了所有的国家的级别的队。包括全英队，包括什么，就这种好像没拿过一个冠军，啊，这确实是我职业联赛也比较遗憾的。球市现在球市有多少人一场？现在也就5000多，我去看了几千，只有去年成体的时候那个2-3万还是有，那个时候是比较，他有这方面的球迷基础，但是你拿什么去吸引？还是想想那时候的好事吧，好事多。美好的回忆太多了，是吗？那个时候的球队，拿那个凝聚力跟现在可不一样。你那个时候没玩的，哪有什么电脑、iPad， 哪有什么？我那天收到一张相片，那时候还烫卷头发呢，给小球迷签字的时候，这些都不重要，居然被多少多少的球迷，他们看到我裤兜上有个黑的棒，你知道什么吗？那个是 BB 机哦，汗显的，明白吗？没事的时候，我就会自己找个电话，下午2点呼一下多少号多少号，呼自己，对，呼自己啊。啊，在这上一会儿 BB 机一响，哎，对不起，等会儿啊，回个电话，边看边出去了，走到楼道那儿待一会儿回来。最早是数字的，你还得背一大块儿。哎，你比如127啊，可能是姓李。像我这星位可能是134，对，一显对吧？代号的一个号，代号啊，代号有个小本儿，有小本儿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时候不知道吧？这个你看现在孩子们现在玩的游戏，那个时候我们是背这个，这就是游戏嘛，就这些玩的吧？对啊，那个时候的球员可能就这些。现在都有什么？现在其实我平常也不怎么出去玩，就基本上在要么在家里待着啊，王者荣耀。啊，王者荣耀啊，英雄联盟啊，一些什么段位了？段位还好吧，铂金吧。那么厉害。我们代沟了，我们已经有代沟了，对吧？23岁，是觉得那会儿您赚的特别多，球场上的也多，真的有假的有，球场外也有，就有什么特别出名的假段子，就是大家都这么传，其实不是这么回事。93年那次挨刀的那次。93年5月1号，我记得特别清楚。传是怎么传的？传的就是差不多了，100多刀啊！我心想，100多刀，剁成肉馅了吧？那就是什么传什么屁股已经剁成4瓣的那个。屁股4瓣是真实的。啊，横切了一下。那是真的。100多针。哦，100多针。不是最重要的这个段子是没打麻药。你怎么打这个？在急诊，那个时候的急诊跟现在不一样，那个时候就是一张床，一个大夫，完了，说老实话，卫生条件非常糟糕，缝大夫边缝，大夫还生气呢，我怎么今天赶上你这样的了？一个缝了我1个月的针，对吧？一直缝，马明宇当时也在，他是帮着，那个时候的打麻药就是拿一壶，知道吧？就像现在的双氧水一样，完了往上淋。淋完了，大夫就一层一层的缝。马明也专门跟我说过，他说：“我终于看见，就人的这个肉是分几层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咱们这个运动员的时候，尤其职业运动员、专业运动员那个时候叫，在体工队的时候，咱们是周一、周三、周五上午要上课的，他这些课呢就有这些运动学方面的东西，就能看那图，比如说皮肤，对吧？皮下。”里面的肌肉才是肌肉，肌肉里面才是内膜，完了才是骨头，差不多都看见了。
核酸去医院实习去了。对啊，他那个对免费实习了一次，11天出院，17天拆线，20天开始跟着训练，一个月以后我就全运会预赛了，93年，在成都跟广西我还进了单刀球，当然没敢太使劲，我妈屁股再崩开了，真的，缝了3层，你想，我怕她万一不牢靠呢，100多人主要是这个屁股上。那那个时候能坐，就是坐的。坐不了，趴着，就做完手术我都是趴着，趴了大概1个礼拜吧，上厕所很麻烦，不敢使劲，就前后撑着，一使劲就补2针。补过吗？补过，补了2次啊，没办法，我几个队员陪着，完了晚上睡觉想翻身，我还得叫他，翻身了，帮我翻身，侧着，趴着，上厕所好几个人跟着，而且我这个我的床头都不是我的名字，走廊外面还有个派出所的警察，还是怕人家报复。但是现在唯一就是有时候阴天的时候。会有点反应，还会还会，这个可能就是一辈子，就跟个烙印似的。害怕吗？内心里头真没怕，真没怕，真没怕。我总觉得那个时候，它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年轻的一个过程啊。因为我那个其实不叫打架，知道吧？我那个相当于是被人家已经扣到那儿了，摁到那儿了，知道吧？反不反抗都是这个结局。所以我得拼命的反抗，我得跑。实际上我跑了一截，我才发现我的屁股，觉得跟平时的跑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牛仔裤。我记得特清楚。刚从泰国回来，那时候咱们不去泰国爱买那个鳄鱼羊毛衫。跑了一圈，觉得不对，有点松。那个时候你想想，我才22岁，有点松。跑得很快，没一下追我都没追上，跑了一下，因为我只知道我的脸上头上肯定是不行了，你跑一会儿我就擦一下看不清楚，全是血，完了我就摸，其实我没敢先摸屁股这儿，我是顺着大腿摸，我一摸一看全是血，我说哪儿伤了，头流下去了，我就从腰往下摸，摸进去，由热由凉到摸到屁股里面那个伤口一样，后来我还是想到了急救的办法，我把羊毛衫脱了，垫在里边，从泰国买的，一拖着跑，跑到我们大院那个离大院还有200米左右的十字路口，摔了，就跑不了了，很冷，想睡觉。其实这个大夫跟我说，这就是一个征兆，对，失血太多。我听到边上有人跟我说，完了，这个小伙子肯定不行了。但是呢，我机灵了一下，又冷醒了。醒了，我想，如果真是倒下了，不能倒到街上，对吧？我往我们领队家里跑，我总得让他看见。那会儿，王大爷。对，所以我翻那个铁门，他的那个门，翻了2次，抬不起腿，翻2次都摔下来，就把保安惊醒了。保安说：“别爬了，小门开着呢。”真的，我记得特清楚，因为当时已经急了嘛。小门推开，我就跑到王大爷家，他家在3楼，敲门敲错了，敲到人家对面的邻居那儿。必须犯规。那我也有一次。一人一次。对面邻居一开门，一下吓晕了。完了，我转回来再靠敲这边的门，敲完以后我就靠着墙，实际上已经有点。但是呢，后来慢慢的到现在，我认为其实这个经历也没有什么去怨自己的，没有什么后悔的。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所经历的东西都不一样，也许我遇到的这个就是。稍微精彩一点，不是稍微精彩一点，精彩中还带着幽默。您看到卢成那表情，就不是稍微精彩一点。当时其实他肯定已经怀疑，我来上的是中超脱口秀。
当时听说过，但是后来说了几周之后，然后又开始比赛了。对，我当时觉得哇，辉哥这个确实太硬汉、太正面了，这种犯规一次，犯规，猛给你眨眼睛，让你别。这个足球员一定得从小就打过群架，得出去跟慢慢的打打过几回。有这个经历，对，有这个经历你就长胆了，就有了团体运动的基础。没有，对对对，就有这感受了，知道什么叫团队了。现在普遍都太乖了，是吗？就跟那会儿相比，嗯，确实是，跟预想，就是印象当中的那个性格是一样的，一样的，一样的，就基本上一直都在四川踢嘛，然后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那种硬派、硬汉那种。而且球场上作风也就是很那种，所以有一次好像是手是骨折了还是脱臼，然后肩膀，然后还是没有什么休息，第二周还是继续打吧。这种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年轻队员学习的。那是也是联赛肩锁关节啊，现在都是，本来是要做手术，那个时候的塔瓦雷斯在的时候，八个大夫。七个同意做，一个不同意做就不能做。不能做，干脆我说，做了呢肯定好的彻底一点，但是不能做呢，会能尽快的上球场比赛。嗯，但是你要忍，那忍就忍呗。每天往这儿打一种针，哎，那个打针真的受不了。我也不知道营养液吧，红不拉几的，忍着点啊，就往这儿打。就是韧，当时韧带撕断了嘛，他韧带断，肩锁关节是对，它是两个韧带拉的。哦，断了一个，就现在就翘着。手一摸就会响了，是当时是断了吗？断了，不是脱臼的，断了。断了，当时我撑地的时候，刚好摔到我右肩上，一压，我手直接压撅到后面。其实这个不算最危险，我最危险的是跟八一队比赛缠我那一下，张海丽。啊，张海丽，那不是后来去辽宁？对，他也不是诚心的，但那一下其实摔得挺厉害。那一下当时在球场，疼痛性休克。你知道有这种休克吗？疼痛性休克，对，就是疼晕了呗，疼晕了嘛，腿哆嗦。当时，你要我们大夫说上来拿针扎半天，我也没什么，嘴闭不上。那次真的挺危险，那是2001年吧，霍顿带的时候。当时是怎么是铲了还是？铲了，人翻起来了，直接就等于铲翻了，然后摔在地上。倒过来，脸撅了，脸着地以后，身体往后撅，你想。那是一种什么感觉？当时那几分钟，因为我躺在那，我没有感觉到是在比赛场，几万人在喊，没有那个感觉，很静。完了，我就感觉到，完了一会儿，担架，入定，抬上车，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在看台面，塞了根烟给我的嘴，跑外抽了两口，去医院诊断完，因为离医院很近嘛，咱们那个体育中心跟三医院。这医生都准备好啊，弄完照完片，我说比赛完了我还10分钟，你把我拉回去我再看看，带个那个托儿又回去了，回去看球去了，对，回去看球去了。哦，看球去了，以为又上场踢了呢。我走的时候1-0，回来1-1了，结束了这个，我这脖子摔的。我刚看那边导演那个切出来那个，说这是雨露。男人就要重义气，男人这个可以被打死，但不这个我估计是特别年轻人说的，有确实说过，估计是不是刚挨完了说的？你还听说过就是队里有什么传说吗？嗯，当时知道一点的是什么？当时保卫战的时候，反正是人保卫成都吗？啊，对，成都保卫战的时候，1-0，啊，1-1。2-1，2-2，这全场黑压压的，开玩笑。完了，我们在球场上听到喇叭里在叫，有没有球迷有大夫的，请赶快到主席台，有人晕倒了。你知道是谁晕倒？是我们省委书记的夫人。据说救护车到医院刚醒，就让医生赶快把那些收音机都打开，他要听现场的。就看球紧张的，看球紧张的晕倒了吗？我告诉你。1-0，1-1，2-1，2-2的时候，我都认为天黑了，天塌了，突然，这一场平了都牺牲了，那个是真的是空前的一场比赛。成都保卫战，据说大街小巷、老头老太太聊的都是这场比赛，就还没有开始的时候。
确实好燃啊，感觉。那个时候好像全场爆满，最后要下绝杀了。对，最后被要下绝杀。说那会儿成都提前几天就开始排队买票。我们不光是保级，有一些比赛，你像那个时候，只要凡是对申花、对万达，全都礼拜三，武警体育中心通宵排队。完了第二天这个票，周三啊，第二天的票是从印钞厂武警押运来，放到票点，球迷买票。那个时候就我们就已经在防伪了，那个时候防伪只能去印钞厂，印这个球票，加一点这个球票。那时候主场能坐多少人？42000多。都能爆满。都能爆满。金牌球市。还一堆是吗？那个时候场场场场爆满，那是中国的金牌球市。要说原来故事应该挺多的，还有什么要核实的段子？这是我们的主色。但是怎么跪着呢？裁判的判罚。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就应该拿冠军的。哎，就这。你看马丽、黎兵、朱琦那些，我们那时候很强了。多强啊！这是我们客场跟国安。客场跟国安，哪年啊？1-0到83分钟，裁判判罚点球，卡西亚诺制造的。那这个球呢，肯定不是点球。都说男人膝下是黄金，是吧？那个时候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。你说你去有气往哪发？对，没气，发不出来。我傻了，我当时应该趴地下咬草吃，就把他吓着了。那可吓了，这哥们儿气成牛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啊，这是老全新的时候吧？对。这是老男孩，老男孩，这老贾爱的，老贾爱的，一副任性的表情。是跟范志毅吵架是吗？你看不像吵架吧？你看他的表情怎么会是吵架呢？他像在解释。对对对，没有说好了一块踢，你知道吧？他老在底下待着，我就所以跟他说，我就说好一块在场上踢，你为什么不上来？还给我解释吗？真是解释。必须得解释，不，这表情合理解释，表情不像，给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对，这个是我叫来，你快上来，是吧？这是哪？去年吧？这是第二届老甲 A。在川大四年前，4年前，今年是第6届老甲 A 在青岛。我说第6届。哎，今年辽宁还要组队呢，是吧？对对对，我们已经批准了。是吗？今年老甲 A 12个队了。现在除了中超就老甲 A 了，这个是职业球员下来过渡的一个品。赶快注册。有事儿，是必须得多少？35岁以上还是？35岁以上，允许有三个。所以老甲 A 那个老师他的年龄高。对，完了这个多少多少岁到多少多少岁，就是都有名额限制。40岁以上的。说40多岁，辽宁有队了，我都被吸引过来了。这老甲也得好好看看。那咱中场休息呢，先来玩一个游戏，叫一只蛤蟆，咱先试一下啊。一只蛤蟆，一张嘴，两只眼睛，四条腿，两只蛤蟆，两张嘴，已经输了。一蛤蟆嘴，还要然后是眼睛腿，哎，不光数学不好，记忆力也差。完了，眼睛跟腿啊。哦，眼睛和腿，眼睛腿。啊，这回行，那咱们这回正式来一局。我看谁，咱们就从哪儿接啊？看我看谁，一只蛤蟆，一张嘴，两个眼睛，四条腿，两只蛤蟆，两张嘴，四只眼睛，八条腿，三只蛤蟆，三张嘴，12只眼睛。我跟你不说，不能说，你都说净了，净了一半儿。哎，金大侠，大侠，大侠，我是大侠，大侠。对，咱接下来呢玩一个正问反答的游戏，先从卢城先来。和川族传奇魏大侠坐在一个桌上，有没有感觉到压力山大？有，那就是没有压力呗，心这么大，压力没有，没有压力。下一个问题啊。很多球员退役以后呢，身体都会发福。那你觉得魏大侠身材保持得怎么样？这个非常不好。
这个不能引导，不能引导，不能引导。这不叫引导，这个应该怎么说呢？我觉得，现在有压力了吗？不太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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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太好。本赛季有没有信心帮助四川安娜普尔纳冲甲？没有，大声回答没有。没有，好的就播了，就这么播了，不宣布规则，直接播了。那这个回去可能得受处罚呀。刚跟俱乐部报备，我要去上中超脱口秀啊，给你看一看。他事儿不太大，我的事儿肯定是最大。这小子跟大家在一块儿，怎么说出这话来了？那行，接下来呢，咱们问问魏大侠。好。踢球的时候进了不少的远射，是不是都是蒙的？是，还是凭实力？都是蒙的。正问正答是什么？也有蒙的，肯定有蒙的。那就是运气。所以我总认为啊，踢球的人都知道，你不去射门哪有机会进球。所以还是实际就往里蒙，还是会蒙，基本上都是蒙的。那但是在蒙的当中呢，你一定要有这个力量跟脚法，你才能去蒙，对吧？都说嫁人要嫁魏大侠，那在平时的生活当中，有没有姑娘对你投怀送抱？没有，那就是有。岁数偏小的多，偏小是多小？就是偏大的，对、啊，偏大的，偏大的。因为我这岁数的，基本上都是属于中。中流砥柱，对，但是没有广场舞的厉害啊，那不是广场舞的那个群体的。好，下一题，作为一个四川人，你觉得自己和王星星比，谁的普通话更标准？肯定是他，这个不用说，这还是能听出来。我说的不是普通话吗？一棵柳树扭一扭，来扭一下，一棵柳树扭一扭，两棵柳树扭两扭。三扭，人家有人问过王星星他们俩的人，那哥们儿哪儿的？北京的。北京的。对。您希望您女儿像您还是像您夫人？像我。一定要像我，这是真实话。下一题，踢球的时候个性鲜明，有没有因为自己的脾气而感到后悔的事情？有，那就是完全没有。哇，有什么后悔的？既然自己选择去做，吃亏也好，受罪也好，你可能也享受了，一半一半。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应该自己去承受。下一题，现在还会不会梦到自己穿着黄色的全新战袍？这个经常没有。经常梦不到，经常梦不到，真是经常梦，会经常梦到，真的会经常梦到，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经常梦到，而且可能我觉得足球应该对我可能是太深了，这种所谓的太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有时候老在想，如果是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个球不会这样处理。如果是我怎么怎么样，如果我要有现在的这个环境跟这个，那我会是什么样？你比如说我看一些我喜欢看的比赛，包括有些时候国家队的比赛，说不看那是假的，看完以后吧，不愿意关电视，就变广告什么的，想半天，我老是哎看什么呢，还然后就睡了，不开心吧。有时候也觉得就是如果我真的会去想，如果这个球他这样处理，要我要在那儿，我一定会这样处理。可能人家好多人觉得我踢球特别粗犷，哎，这个我跟一些队友啊什么的，我就开玩笑，二级就能踢人飞铲。我说那飞铲能飞铲到国家队去，那也是，就证明什么呢？咱们这个足球队啊是个团队，咱们一定要把它想成是一节要进京的火车，专列。火车能不能全是硬座？不会，它一定有硬座，有软座，有硬卧，有软卧，还要有行李车、有餐车，有这个，对吧？全是硬座不行。所以教练那个时候，我们跟于东风、于教练开玩笑的时候，我们经常，对不起，
第二次。对不起。那我不能说，我得说他，那怎么提的呢？那个莽子。下回就涛哥，涛哥，这也算。国家队现在还每场都看吗？有时间就看，不会不会刻意的等在家里看。但是重要的比赛一定看，完全跟足球绑定了。也不能说完全跟足球绑定啊。其实我最近几年喜欢高尔夫，这个运动很牛。因为我以前感觉到高尔夫这个运动怪不了任何人啊，慢慢慢慢的，最好能也属于中国。小球全世界可能没人玩得过中国，对，尤其是这么大的，对，白的。我现在都十八洞，我走不下来，我最多走四五六。我好多朋友也是租车，对吧？因为有些球场可以租车，有些球场我能不租车我就不租车，嗯，走下来。这不是高尔夫很费体能，我就不常走，像我这都十五六洞，剩俩洞就囫囵了，就开始就根本就没有动作，走不动了，打不动了。你主要是在职业球员时期也是这个体能，延续了吧？延续了，特点是延续下来了，太可怕了。也许技术很细腻，但是走不了十八洞。但是人家说了嘛，到禁区附近你就把球给我。他是最后推杆那一下，给我就完了吧？对呀、啊，所以高尔夫一样，一定是短杆。出成绩也好，什么也好，都是在短杆、切杆跟推杆。比赛中用的最多的就是短杆。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《高尔夫脱口秀》。完，我就记得那年大哥在红塔那会儿，我参加联赛，我参加联赛那会儿还不敢往那儿去。有交接是？在红塔那会儿嘛，有时候就聊那比赛。你的意思，方圆五米以内，我长期不洗澡是吧？没人靠近呗，寸草不生。我上去先把草得了，这支队都没进来啊。这别过了，别过。那我胆子是够大的，都做半场。因为到后来，我这大哥嗓门太大了，别过来了，再过来就。对，再过来真害怕呀、啊，真害怕，孩子害怕。就一靠近就能怎么着？人挡人，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人。这么夸张呢？很吓人哦。他同样都是那个东西，但这东西是熬，是吧？藏熬就厉害了，藏熬周围就没。都已经到最到最后都已经不用踢了。看着腿上的伤，全是足球鞋留下的。哇，坑坑洼洼的。这。全是鞋钉呀，这是，全是嘛，都是，那都是鞋钉，全是鞋钉啊。对啊，不是带护腿板，我这边护腿板你有时候踢歪了什么的，这边这个是，这都不会平的，你这哪有平的？捋下来，我们都是这样的，这运动员都可能都这样，都是拼出来的。请亮出你的小腿，光滑如新，除了腿毛什么都，就是类型不一样，类型不一样。全是各种拼出来的。我是踢前面的，肯定是有区别。所以碰的就躲了。对呀、啊，那就能好点呗。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那种所谓就是一旦拼急了恶意伤人的这些，什么球在底下双飞在上面什么的，那种就是完全是踢人的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处罚很严厉的。嗯，那九几年那会儿还有吗？那时候多，那时候太多了。当时是什么样？那时候两个人对面跑过去，球在地下，俩人腿在空中撞一块儿，对对对，脚对脚，对吧？太多了，踢完转身都走，疼，反正咬着牙呗，找一没人这儿再蹲着摸一会儿啊。但不能输面儿，肯定啊，再疼也得忍。其实，好多人都说，中国足球真的不行吗？我觉得我们还应该更深入到校园足球。其实多少孩子喜欢这个东西，我们前段时间看到过嘛，对吧？还有些学校禁止踢球，插个牌儿，对，你把玻璃踢坏了怎么的？对，玻璃好贵的，多呀，太多了，玻璃贵。以前我小时候也是，没到啊，小学的时候不到六年级不准踢球，为什么？就只能六年级踢啊？六年级，当时老师是规定的，所以像卢城也是六年级才开始踢。没有，我自己偷偷踢、啊、在学校偷偷踢还是出去踢、学校啊，有些时候班主任不在的时候嘛，就跟着那些人一起踢。
抓着跟几年级的，被骗上六年级的。踢球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。现在应该慢慢要好一点。现在会好一点。这一批人踢球的心路历程还不太一样。我们踢球是83年，对吧？我是挣多少钱？83年我挣7.1块，一个月7.1块。对啊，一个月。完了，冬天的时候我还要租一件军大衣。那个时候没有饮料，球场边上一个水管子，老全兴就是喝那个水长大的，自来水啊。球场边上一个水管子，在北京叫做撅尾巴管。哎，对，北京上谁跟我聊过？仙踪潭哪号看台底下那水最凉？训练完就到那儿。也是那个，也是都是。大家龙头一打开，等着淋的、冲的、喝的，很爽，开心。当然，时代不一样了，我们不要求孩子，那你至少你有一些吃苦的这个经历没有？没有。所以得来的容易，也许他就不见得要去珍惜。我们那个时候是拼命的，我每天在想，别伤了，腿别折了。那个时候工资上面还没有这么多，什么你腿乱了会怎么样怎么样，到现在一样，对吧？那时候没有吗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你要把这个碗捧得好好的，生怕它摔了。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些操场训练，基本上都还不是土地，探花地，是那种探花地，那一个铲球下去，告诉你一个礼拜。硫磺水淋巴发炎，碳花地是你知道有一种烧的那种炉炭，炉灰渣子，炉灰渣子，渣子，炉灰渣子，那一场球下来嘴都黑，就是那黑的那个渣子，对呀，炉灰渣子，在那上面踢球，对，我们这儿没有好的一块儿，对吧？破了以后头天睡完觉，第二天开始硫磺水沾床单，感染了淋巴疼，大夫最多给你吃点药，没有现在的医疗设备，怎么办呢？睡觉，我们就自己发明，拿一个硬纸壳，做一个圈儿，拿胶布粘上，放到这儿，再拿胶布粘上，它不就不粘床单吗？因为我们经历过了，所以但是我们遇上了职业联赛的改革，94年甲 A 联赛，所以我们非常珍惜。那个时候我们还做什么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滑稽到，你知道那个时候足球鞋只有两款，国产的，一款是金杯，一款叫火炬。金杯呢，它有时候颜色还比较好看，但是都是真皮子的，有时候鞋呢稍微自己觉得多发了一双能攒下来的，就把这鞋拿了，把钉儿卸了，去那个改皮鞋的，前面钉一块皮子，后边安这么高的跟儿当皮鞋穿。那颜色不还是黑的呀、啊？这儿有时候有点那种像 Nike 一样的，是绿，对，无所谓，大军绿裤。对。穿着那个鞋，完了骑个自行车，俩脚后跟骑着，那种感觉多好，就是觉得有个皮鞋似的，皮鞋嘛，就跟 BB 机一个道理。所以新发了以后啊，那时候的鞋，我们真的可以，我就这样，我可以捧一晚上，捧一晚，捧一晚上，特别特别珍惜。又发鞋了，就是能不穿尽量不穿。我看这谁又来了，为大家语录，跟我爸开大卡车。大夏天光着膀子握住方向，这是我说的他啊，不是我啊、回家后开一瓶冰镇啤酒，这种人生也很美，也很爽。爽啊！这是说过的话。这是他，对，他厉害一些。讲讲，干物流的。我应该是随了我父亲很多的心啊，因为第一可能，因为我家在北京菜场，你知道以前是不太远。我奶奶家住虎坊桥，是吧？那太近了。我在北京都上一年级了，我才猜到什么？因为我父亲年轻的时候，他是摔跤啊，他是喜欢摔跤，所以就在天桥啊。你像我们，后来到我们那个时候都只知道电视里，对吧？看过天桥的这些撂跤的呀，那些把式，对吧？打竹竿什么扛着玩这些什么铁锁呀这些东西。我父亲就在那摔跤的，完了后来好像第一届什么北京什么摩托车队，他也在摩托车队，对，那种什么给老百姓表演什么过断桥啊、转火圈啊，特技的，对，完了特别有意思，因为我父亲呢有一帮老哥们儿啊，我从小就知道，现在这帮老哥们陆陆续续的已经走了，有都是他的好哥们儿，从就是我看他们这一代。就老北京是什么样，是吧？就像我看到的，
鸟市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国奥的时候，在那帮老北京玩的就是他们遛鸟怎么遛，拿个鸟笼子，对吧？拿个这个跟鱼线的东西，这边拴个螺丝帽，特高的树，啪一扔扔过去，挂在树枝上，把鸟笼子拉上去。这老北京的遛鸟，在底下哥几个聊聊天，没事干，没事干。还有就是我在他们这些人的这个身上，可能感觉到，人吧，我认为第一，你要有一些知心的朋友。第二，我看也都是基本上都算是一家之主，就有担当的人，对吧？但我父亲现在在成都跟我一块住，那有时候我还是希望他每年都能回去，觉得北京才是家，去跟他们那帮老哥们一块儿，我认为他才会真正的开心。但我确实是从他的身上看到了，学到了很多，可能也有他骨子里的东西。当我父亲有时候我伤的时候，他来看过我，看过来什么都没说，坐了二十分钟就走了，一句话没说。对，那时候我在成都，他开车从自贡到成都来，那时候没有高速，大概开六七个小时吧，200多公里，开着大车来，大车只能跑几十公里，来了就看，看半天不说话走了。我心想是几个意思？后来我大点了，但我可能知道，他还是气，还是心疼，但他又不知道怎么说，没什么可表达的。哎，小子，我的意思是不是挺好的？看看没有什么大事儿，还在，神在真地就得。说回来，就是大家也在等，说四川什么时候有一个能重新有一个顶级的俱乐部，顶级的球队，这是肯定就是他们那批人了。他们估计看不着了，这个东西不好说，真的不好说，因为这个足球这个东西确实，跟其他有些单人的运动项目不一样，你得看个整体啊什么状况，然后俱乐部什么状况啊。今年只是俱乐部投入比较大，有机会往上走，但是能只有机，只能说有机会，不是说就100%的能冲上去，这还是要看到时候比赛的过程啊，其他方面的一些东西。在努力中，洪山总，四川足球还是在努力中。这个城市，这个经济，这个体量，没有中超队太遗憾，对啊，绝对遗憾。那我真是比喻说，我有钱，我愿意把这钱砸了，我就愿意让全世界知道，四川有个成都，中国有个成都这个城市，对吧？当然，成都已经好多方面人都知道，还得让人知道，在这个地方有这么一群足球人，就是等着呢，等窝着呢，猫着呢，猫着。当年顶级联赛也是叫这什么什么，这是黄金一代一波，属于黄金一批人了那种。就是那个年代的球星响当当的，每个人都是能够独立门户的人物。对，你说后来还能凑到一起吗？就先最老那波人。能啊，每年的老甲 A 就是凑的最齐的。这次你没资格，你得去看看去。知道吧？有资格你就上，有资格这得审核的。我们专门有一财委审核，各个甲 A 时代最齐的，最齐，哪怕在国外的有事儿都回来，都来参加这个赛事。哎呦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小尿呢马上要打烊。根据咱们的惯例，啊，还有海鲜犯规最多的人，对，还有海鲜酱，有就有芥末。犯规最多的人除了结账之外呢，还要喝下这杯特饮。那咱们最后的结果呢？群叔犯规最多。群叔，我最多吗？哎呦，这真的是个意外。谁都没想到。在这个拥有豪哥的城市，就让我再一次吃香的喝辣的。来，这也不敢呀。啊，我们可以来吗？你稍微悠着，老同志还没吃饭呢。来，我们来。您准备自己吃吧。哎呦喂！1994年就没了。我来点醋吧，香好了。我来吧。香好了，一整勺。你这个，这个可以吗？我下手狠。没事，走。走着。哎，我好害怕。该放了，放了。
你呢？哈哈哈他还得听老贾的意思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哇，哎呦，你真的是什么味儿啊？嗯，咱们闻了，那就压一压。这是辣酱吗？饿了，这是还是饿了？有葱油。行，够饭瘾来了，谢谢。小店呢也打烊了，临结束之前还是得喊出咱们中超脱口秀的口号。杨浩，杨浩，有印象吧？踢球的时候状态，就是上去夹个肩膀，那必须的，必须的。他那什么口号啊？他不是上场之后老号鼓励球员吗？加加加加加！一起来啊！中超脱口秀，加加加加加加！行，对，就那样，有印象，有印象。那我们黑啤是3杯，柠檬茶2杯，红茶2杯，一共呢是330。您的第一杯我请了，一共是305，咱抹个零头，300。好，哎，好嘞，行。欢迎您常来啊，请说。好好好好好。